即将举行首个个人音乐会的蔡一杰，呢日就嚟到电台宣传新歌。提到新歌叫做《独行派对》，蔡一杰就话好享受而家嘅单身生活。我一个人都做好多嘢噶，譬如话一个人去游水啦，一个人去做 gym 啦，一个人去食饭啦，一个人去烧嘢食啦，一个人去打边炉啦，一个人系啦，我都得嘅。有啲人话吓、你一个人去烧嘢食，唔会闷嘅？我唔会、我真的不会闷的，一个人烧嘢食，即系想跟大家分享，即系你有一些时候系虽然可能一个人，但是你可能你去到异国的时候，可能你遇到另外一个人咧，你点知啫？系咪先？呢个世界你不行出去就净系坐喺屋企打机嘅，咁我真系帮不到你咯。咁唔知几时真命天子先会出现呢？我相信有心唔怕迟嘅，咁有好多样嘢都系命中注定嘅，咁等同我另一半一样，今日佢就会出现噶啦，咁佢十月就会出现嘅，我另一半就系我嘅音乐会啦，咁所以我期待咗好耐噶，咁所以我好爱佢噶。听闻好友五姑娘都会喺音乐会上面帮手、佢会帮助我去做好多后台嘅打杂，做下佢应承咗嘅。